等一下，我们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能穿那个这种的颜色。哦、真的、哦、啊，那白色的是不是？就是对那个，我买不到白色丁字裤哎、欸。哇哦！哇哦，很性感，哎呦，好好笑。哇哦！他电已经没了，没电了。刚刚跳舞完之后，现在很喘，又没电，而且现在要保持我的能量去录第四集。通常年轻人都这样啦，你看那边很精神，就是你看阿姨。这个叫年轻人，好不好？你看小慧姐很精神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姐现在还精神这么好，你看这是欧巴桑的那种状态，没电了，年轻都挂了。你看，好热啊！更年期，更年期，各位，这是更年期，热起来了。温的你会热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会很冷，等一下会很冷。不热啊，你看。忽冷忽热就是更年期的，经常想要骂人呐、啊。你看流汗呐、啊，你看真的耶，我真的很热啊，哦、流汗、啊。你为什么会热？因为年轻啊。更年了？没有啦，年轻人啊。年轻人会热。你不要再惹姐姐了，你再想下去你就。小诗 ，OK 了。小诗，小诗，哎，小恒，哎，阿基，可以吗 ？OK， 可以，谢谢。我忘记，我这个可以夹在，好在，再次，再次，小诗有笔吗？我在，不行，我在搓小，你怕痛？一直翻，有听到吗？的不好，你放在里面，待会儿会磨到。小诗，没有人在录影好吗？哦。来，我拍了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再一次。好了，小姐 ，Kitty 可以吗？可以。Hello， 秋恒。嗨。还没拍好，熊进来拍到现在。姐，我刚刚一直在调整我的拍啦。而且我很时尚，我都没有拍到好看的一张。都已经漂亮，可以啦。你可以帮我拍。可以啊，来，我拍很漂亮的哦。我好暗的、啊，黑暗呐、啊。太冷了。为什么不亮一点？可以吗？对不对哈、哦？为什么那么暗？暗明蒙哦。啊，你拍好了。哎，不，应该要调那个亮度，就这么跳。那你拍也可以啦。对啦。就怎么跳？嗯，哎呦，好美啊，超美的，好冷啊，哎，好美啊，抗议，不抗议哈，一二三，漂亮，哎，好漂亮啊，还是再近一点，回来了，再近一点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轻松？很，哦，你抓对点了，抓对点了，一二三。等一下啊，要高一点。你因为你红红了。啊，高一点比较好看。你第二天。哈哈哈哈哈。是很轻松的。不要回答。我们第三天有去那个库斯马库斯。哦。一。我们第三天去那个珍稀宝。哦。那个。漂亮。还是。对。有办法拍到脚趾那边。那个是比较。你要比较认真，高一点，你要低一点，什么？你不是拍到脚吗？拍脚，还换手机？你好白哦！好了，我们要录影了。好，我们在玩。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。第一次来吗？对，第一次来。会不会紧张？会的。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东西，我很紧张。不知道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或是看不出来，可是我很紧张。对。你很漂亮啊。你现在几岁？我现在，你觉得我几岁？20。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对吧？21。对，21。21，没错，21。嗨，今天有很多新姐妹，她也是，那还有很多漂亮的年轻的。不是漂亮的年轻，是她的，不是她的。第二题有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听到，什么事？像我说，今天有很多新的年轻的。我啊，我啊，就是我啊，年轻又漂亮又可爱啊，不然哪里有？哪里？我也一样。没有，我
也可以一句说老姐妹吗？还不可以啊，不行，还不行，嫩姐妹，润子好坏呀、啊。高脚裤哦，蛮高的，比你高的，比你高哦，比你高是不是，先生？啊？要修。你有没有听过170这个字？我就听过。有听过，没有长过哈。对，都还没听过。好可怜哦。你听过 C 吗 ？C。我是在说他很可怜。你自己嘞？哎呦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九号。我要去七楼。你这一次也说你听过 C 吗？没有，我那个 C 是功课的。哎呀哈，嗯哼，他是都是 A。对，嗯哼。给我一个加。A 加。等一下，好。啊，我要先煎蛋。哦，没有了。哦，行不行？哇！干嘛 ？Magic， 我有开瓶器耶，要把人家汤匙用完，撒一个。我要开瓶器。Magic， 刚好在旁边呢。你看我想要拍，刚好在旁边。我哭了，你还帮我唱？我要带回家去了，这是要带回家的。晶晶，哎，这边需要两个。这个是加拿大的梅瓜，我喜欢。我好喜欢，我快想吃了。吃了，少两个，少两个是不是？嗯。陈妮，上菜。不是花生酱吗？里面有些东西啊。他刚才妹妹有端了一个出去。其实，你带一下。在旁边呢。哦，你带一下，过来一下。小女儿也隔了两个礼拜，她今天刚好是两个礼拜结束，她检验 OK， 所以她小心。阿才，哎，谢谢小飞。他们七楼过来。哎，最近巴西不是有那个大雨 ，rain 有吗？啊？是吗？巴西啊。暴那个这两天说暴雨成灾，下雨下得很厉害，淹水，对，有吗？应该有，但巴西很大、啊，没有，它已经很严重哦。对对对，前阵子有，现在搞不好有，可是前阵子真的很严重，就几个人就是可能家，好像七十几个都没有了，然后好几十栋 building， 真的。这个我没有 get 到，我等一下再看。你自己国家到底有没有在看啊？你我妈妈也会说，你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高雄爆炸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，也是这样子。之前有一次就是台湾发生一个小地震，对，然后就是小地震，我们这里三不五时都有小地震，然后我爸就打给我说，你们发生地震，你们还好吗？我说啊，那个地震我们家根本没有动，因为他们没有发生，对，就没有，我觉得是我们那边也会有地震，但因为媒体会报道。